像我这种同一年内两个基础学科被当掉的人，可以站在台上，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我们这个世代学生的利益也开始逐渐的改变。感谢现场所有的市长、所有的毕业生以及所有远道而来的嘉宾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毕业典礼。今天代表毕业致辞，想到了几点值得骄傲的事，其中更值得骄傲的是，我想我是全人员全程全部出任唯一一个在一年内。也许啊，就像我这种同一年内两个基础学科被当掉的人，可以站在台上，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我们这个世代学生的利益也开始逐渐的改变。也许我们不再那么单纯的只觉得成绩优异是唯一的标准，也许课业上的成功不代表一切，有时候懂得如何去规划自己的人生，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想要引用一句我的导师放在办公室的一句 slogan： 非废先求变。所以，其实我自己也期待。